他们成亲之后，人间与我何干，地狱与我何干？有中毒了！放屁！哪里都是地狱！你又中魔了，谢老先生，您刚才跟我说了些什么？你赶快去劝他们，否则生灵涂炭，血流成河。可是他们不相信我呀。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，你到紫路取回魔导乾坤，让他们看，他们就相信了。快去。徐大人，招小人有什么事啊？蚂蚁子别来无恙了。小人吃得香睡得甜，搁在荷包里的嘛，就缺那个白的和黄的物品啊。事成之后还愁着黄白的东西吗？那报酬呢？黄金百两，白银千两，如何？到祭坛之日，小人一定去助屈大人一臂之力，请魔尊准备好80个黄花闺女的灵血，再加上地龙和人灵成亲后的灵血，就可以打通人魔两界。或者屈大人有完整的魔道乾坤，这样也可以打通人魔两界。可是千万要记住，如果地龙还是处子之身，再加上完整的魔道乾坤，那就会冰封魔道，切记切记。站住！谁？柔儿，你怎么来了？爹爹，您才是真正的魔尊，对不对？他们骗我，您也在骗我，为什么都在骗我？为什么？你们都下去。是。好。女儿，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一定要相信爹。那祭祀之后，爹爹打算怎么办？去人间发动一场战争吗？一将功成万骨枯，爹也是无奈的。你要听爹的，明天帮爹在方平面前演一出戏，不能让他知道我就是魔尊。你要让他助我一臂之力，那以后荣华富贵、功名利禄享用不尽了。那爹爹您明天就帮我赶走谢灵儿，不杀了他。过了明日，柔儿，天底下的男人随便你挑，你又何必非要你的新方平呢？不，女儿只要他。女儿跟方平情投意合，早已情深意重。爹爹，从小您就宠爱女儿，疼女儿，难道现在不疼柔儿了吗？爹爹，您让女儿去劝她，女儿也去做了。爹爹不是不疼你、不爱你，是大业要紧。你就先放下儿女情长吧。爹爹，你还记得小时候女儿没有玩伴，您让王嫂给女儿缝了一个布娃娃吗？布娃娃，好像是。爹爹，您都忘记了。我还记得当时爹爹跟女儿说过的话，您跟女儿说，这虽然不是爹爹亲手缝的，但是代表爹爹的一片心意。没娘的柔儿可怜，爹爹会疼你，保护你一辈子。尽管爹爹后来又给女儿买了很多漂亮的布娃娃，可是对女儿来说，女儿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布娃娃，
因为那是爹爹的一片心意啊。方平对女儿来说，就像这第一个布娃娃。不管别的男人再怎么优秀，女儿只喜欢他一个人。爹何尝不想随你的心愿？这是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休容得你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女儿只喜欢方平，女儿这辈子只要跟方平在一起。爹，别胡闹了，已经安排好的计划岂容你来破坏？人灵，我知道人灵是谁了。新方平，新方平。嗯，不对呀，帝罗，帝龙。照你这么说，帝罗是谢灵儿。嗯，真没想到我死后在魔界竟然有幸看到我的儿子成亲。还要多谢柔儿姐姐的成全。我为什么不成全你们？柔儿姐姐。师姐。平儿，记住姨父的话了吗？孩儿明白，只是你还想说什么？这姨父没什么不可说的。我还是不放心师姐。你放心吧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我知道该怎么办。都给我听好了，明天魔尊大人一开坛祭天之后，我们便可以完成大业，杀回人间。杀回人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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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回人间。那帮凡人还一直以为我是那个屈老头，又怎会想到我魔尊早就灭其元神，取其肉身，完成我一统两界的霸业呢？看来还得好好利用他们，为我打开魔界之门。也在安置中，请大人指示。好，你快回去，今天晚上务必完工。等到明天魔尊大人祭天之后，就可以打通人魔两界，到那个时候，这个天下就是魔界的了。他们这一结婚，让人娶了灵血，人魔两界可算打通了，这人间啊，恐怕要血流成河喽。哎，
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嗨，你那把兄弟啊，他是人间的人灵男子，他的老婆啊是魔域的魔灵女，他们成亲以后啊，地龙的血就能打通人间和魔界的通道啊。惊喜的愿灵验了，真想就这样一直下去，只有我们两个，哦不对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霸业之门，万能的天神呐，赐给我力量！是要求你。什么事？爹爹，人魔两界通道已开，腥风血雨将起，不知死伤几何。我恳请爹爹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都不要伤害方平。箭在弦上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你该不是要和我作对吧？魏小黑，哎，今天不许说这样的话。从今天起，你和我就是一家人，小黑就像我的孩子一样，我相信你也会好好对他的。
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哼，来人呐，带走！是，走吧。谢老先生，去过家。董平和谢灵儿被抓起来了，你想办法救救他们呢，啊？我要的东西拿来了吗？麦子，告诉我，为什么新捕头和曲姑娘被魔兵抓走了？臭老鬼！哎呀，你烦不烦呢？这么烦！老头，你不要跟我狡辩，你一定有什么阴谋，是不是？告诉我，快！信不信老子今天一刀杀了你？又想杀我？我告诉你，君无道，群雄逐鹿中原。我是到魔界帮助曲大人祭坛做法，打通人魔两道。哈哈哈！就凭你？我呸！老子也要进入魔界，我要救兄弟。我呸！就你一凡夫俗子，你到了里面还不变成小狗？我，你看看什么？老头，蚂蚁子，蚂蚁子，你去哪儿了？蚂蚁子，蚂蚁子。时辰已到，恭请魔尊。恭请魔尊。起来吧，谢魔尊。魔界的生灵们，魔界的众将士，本尊在人间时忍辱负重，为的就是打开魔界之门，杀回人间，一统两界。打开魔界大门！打开魔界大门！
为了我们魔界的明天，进军人间。打开大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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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军人间。金方平，我统一人魔两界的目的是没有人能阻止的，倒不如留下来服从于我，还一样可以共享荣华富贵、金钱美色，何必一定要回人间呢？义父，你曾经是我的义父，我劝你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我在最后叫你一声义父，难道你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个好人吗？我当然做过好人，可是做好人又怎么样？你现在一生中最重要的人都在我手上，谁生谁死我说了算。午时已到，祭坛开始。义父，怎么不灵啊？大胆，你敢骗我们？鬼刚子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咱们俩多年的师兄弟，难道你就不想出来见见吗？啊，是不敢了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马义子，爹，你以为就你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吗？柔儿，是通风报信的。你到底帮谁闯祸？是你爹。我爹，我爹他不是。还没有死，你看，这是我爹的东西。我爹他没有死，难道一切都是真的？义父他，他真的是魔尊？先不要着急。我们既然知道了，就有办法对付他。可是他养了我二十多年，我怎么能对付他呢？义父当年是多么的正直，怎么会在权力和利益面前变成这样？小儿，你从来没有爱过我一点，是吗？看看这个男人，你就为了这个男人而背叛魔尊，破坏他几十年辛辛苦苦经营的大业，就为了这个男人？这个男人不爱你，他不爱你，他娶了别人为妻子，他不爱你。我其实从来没把你放在我眼里，我心里只有他。
就算他娶了别人，我也一样爱他。别说了，你别说了，金方平，我饶不了你。方平，裴刚子，休想！家人一样，爱，家人也是爱。我好冷，方平，抱紧我。我好想看到我的小时候。
青雷。生世世的活在痛苦里，生生世世，你呀！没事，
你别走啊，灵儿。没关系，我们也许还可以在梦里见。不要，我知道我们见不着，真的见不着了，灵儿。我没骗你，梦见六年，人间一次。也许我们还可以在同一个梦里。你是魔灵女啊？你不是魔灵女吗？你没事的，灵儿，你没事的。不要！不是魔灵，这就是我们的梦。万一我们做同一个梦，就是命中注定。我想，灵儿，灵儿，灵儿。哪天我不在的话，替我喂小黑。季捕头，一片白茫茫的，魔域已经被彻底冰封了，我们走吧。好大的雪啊，走喽！哎，马义子，啊，怎么了？你跟你师兄争夺了一辈子的宝贝，这就不要了？这魔界可要冰封一千年。再说，这人世间过上太平日子了，要它还有何用啊？咱们三个谁也看不见喽，谁爱要谁要，走喽！相见时难，别亦难。东风无力，百花残。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同儿归，心生邪念，人魔同儿同，诸生对策，殊路同儿归。真快啊，眨眼间三年了。当年这里还是麻衣子的白云宫，现在都变成酒馆了。是啊，人间三年，魔界十八载啊。当年要不是麻衣子啊，人间还不知如何了呢。心生邪念，人魔同文同，诸生对策，殊路同而归。来，两位女客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哎，两位，不好意思啊，拼个桌。店家，来两个小菜。好嘞。殊路同而归。辛不疼。
信不到。弥漫你独有的香气，牵你手指尖触及你的暖意，紧握住是否就不会离我而去。心生邪念，人魔同入同入，众生多缘色，我心疼为你碎落了一地，想起初次爱你的回忆，独立如迷，感谢你给我誓言，可怜我怀抱心愿，牵挂。